很新，很潮，我也是穿这样啊。很潮，眼镜而已吧，谢谢。记录一下，好了，音乐家，这看起来好恶心哦，这是什么？你说你放哪里啊？就在走上来的你右手边，右手走上来之后的右手边，有啊，有酸呀、啊。去等人家种的酸呀、啊，酸呀、啊！去人家家种酸呀、啊！整天想去人家家种一些奇怪的东西、啊，又想要去人家家种树，要去种酸。你说红石啊、哦？住去好玩的地方，我们有红石矿吧？哦，不是水晶哦，在哪里呀、啊？你要水晶是哪一个？不是啊，找不到，找不到，是钻石箱子吗？哦，钻石箱子是原矿啊，我挖起来的原矿啊。好好，我拿走了。哦，你还有附魔那个直接挖起来烧好的、哦？烧好？你说石头吗？对啊。因为我是用石头之术啊，它挖起来就是直接是石头啦。哦，我以为你是附魔那个有燃烧 的, 的吗？对呀、啊，不划算。是哦，因为你挖起来就是一倍啊，但是你丢到炉子里面烧是两倍啊。我只要看到矿物不会飞回去，就代表那个箱子被破坏掉了。不会啦，我直接在你家做一个新的钻石箱就好了。可行？没有，哎、欸，我真的挖不太到钻石，你到底地狱哪里挖的啊？地狱底下啊，我在地狱三十多层挖一大堆钻石、啊，一直挖到三十以下哦。我说到时候是没有到以下三十多，三十五吧，我好像在三十五层挖。哦。你没盖家，对啊，我真的不喜欢盖家哦。要开门关门，我觉得很麻烦。对啊，麻烦死。这么麻烦干嘛？那我家到现在都没门。没门？没门？没门？就把附近擦亮就好了啦。门都没有。我要大量刷肉肉啦，在这边刷肉肉。你也要刷肉肉？哇！五道满的肉哎、欸，不帮你刷一点？什么的肉肉？反物质腐肉，吃一口让你饱两天。哇，好猛！你那个是鲜肉吗？我觉得都是油。他那个吃肉就是加，有加一次加一堆那个吗？有加。他也会加那个蛋白质吗？我觉得我要坐楼梯耶，这好麻烦哦。你说跳来跳去，你可以附魔那个啊，鞋子上附魔活塞啊。哦，就它自动往上走一格啊。对。哦，这样这样这样，也是个方式。有，我都很努力在看攻略。没关系啊，反正我找到那个。真的很棒啊！丢进去烧。还是我放龙眼块在这边啊。龙眼块。对啊，让僵尸自己烧，我就是挂在这边吸吸腐肉就好了。好像还是不错哦。哇，还有谁家有那个传送石？小雨家有吗？我这边又打到一个传送石了。哦、小雨加油吗？加油吗？第一次看安安哦，杰克安安你好，杰克，另外一个杰，哦，这怎么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呢、啊？
怎么可以这样？怎样？恐慌鬼的树啊！我用砍木斧弄下来很爽，都掉不干净。是不是有根部留在上面？那个？对啊。我前天有挖到一颗神木，还有还叠上去挖，留一点点的在上面，受不了。看到想把人推下去，你们这些坏人，看到人家熔炉就想把人家推下去。先把你丢下去，当然是把核心挖起来啊。先把它矿全部融进去，然后把核心挖起来。你要不要做史莱姆弹弓？之后吧，我现在还没有要跑图或什么的。没有打算把炉子加大，没有，没有打算。应该就这样子了啦。我这个能够让我矿物加倍就好了，我不需要把它加大。啊，丢错了。怎么泡面加辣？不是，倒错啦！这树也有是？这样，这树是不是也可以啊？小地方生，吵死了！啊，对，我要做那个哦，我要做研磨器，这一台吧，需要两个活塞，两个活塞。所以那个什么抽屉的升级组件跟那个包包一样吗？抽屉的升级组件跟包包一样吗？你用的是什么包包？不，就是宝可梦那一种，一样，它可以增加容量吗？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升级。宝可梦的包包知不知道怎么升级？什么意思？它后来剩下基础的什么四种升级，可是那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升级它。干、啊、嘛用锤子打？因为有掠夺啊。他马上说 1.12 之后那个模组就那个作者弃坑了，就没有往上做了，就没有，他不只是没有往上做，他连以前有的功能都拔掉了。哇，以前不是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吸进去包包的那种升级，对对对啊，我就在想那个升级怎么不见了啊，就原来没有，全部都没了，好像就是后来那个作者不做了。不做干嘛拔掉啊？这心态都不要玩啊？就不知道，他就没有弄，可能是他不做，然后还有人要接手，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弄，就干脆把它拔掉吧。就不知道那一段怎么做，所以就没有用了。对啊，所以那个东西就是没有。而且锤子打不死生物，打僵尸又额外伤害。你们看到眼前有暴击的效果，那就是。额外伤害，真的好东西，我知道。宝石效果二，组件在这。什么模组？欧人墨的 ATM 模组。是我放在这里，它会继续冒烟吗？啊，不会冒烟了，啊，这样不会冒烟了。Apple Melon。这样子的话，拆掉，放个位置。哇！哇！哇！是嘞，他能跳海，跳海，这里吗？你要是藤原拓海，哈基田海，你是藤哈基跳海，王四季，四季，哦，女王风，哦。你去拆人家蜂巢是？不是啊，我说是那个女王头，就很像是那个野柳女王头。哎。哦。这树吗？怎么不能走？这怎么重叠进去啊？哦，这店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吗？真测的。engine 这个不是找到中文。贝格，我穿一个帽子。帽子？那熔炉是这个吗？
我会是不稳定金属吗？我目前是没考虑。不稳定金属，不稳定金属算后期的东西了。就会爆炸的那个，算后期的东西了。对啊，那就是你工业玩一玩，玩到差不多了，你就可以开始玩那个。对啊，挑战手速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在几秒钟之内做出那个东西呢？伺服器的安危就交在你手上了。真的，重点这伺服器很危险，你知道吗？有人发一组，对啊，我就是在刷。够了。看你啊，再投票多一点，多一点，多一个七个，我至少拿个六个回去。秒哦。哎呀，不然等一下又嘿，呵呵哈。嘿嘿哈，嘿嘿呵呵，你不要接起来啦。好了，衣服就这样。喂，我好像断掉了，没有回应。我离开游戏了没？没，还好，好。哦，好好好，我回来了。大家好，我回来了。欢迎回来。现在没那些危险配方了，是哦。有什么特殊效果吗？有啊。跟他一样有附魔、啊，他们说没有那种危险的东西了、欸。什么危险的东西、啊哦？会爆啊！会啊，他上面说明还是写说他不稳定啊。耶、yeah. ！什么要什么在时间内完成？ Hi. 我来了。怎么了？嗨！哎，怎么把我埋在土里？来给你。先抬走。哦哦，可以吃很饱的肉。对，他补的是直接补到满了、啊。他的那个营养值就肉吧，肉吗？你看一下，我现在还不能吃掉，吃掉再试试看。那叫哈基斯、哎，我感觉哈基很饿。就是可以先看吗？来加吧，加吧。我身上有铁，你要吸好哦。好。哦，哎，我怎么是乱码、啊？看到是乱码、欸。哎、欸，那你试试看加什么、嗯？哎呀，我打得赢他啦，真好。恭喜你啊！我肉没加哎、欸，没有加哦。哎、欸，哦，哎、欸，好像真的是没加哎、欸。哎呦！哎呦！怎么看起来这么恐怖？这么很恐怖吗？很有机器人吧？对。机器小。我知道，就这样。时装假装什么都没穿。时装？你怎么按啊？可以点开是不是？可以啊，你上角，哦、他左上角那个点你就看不到了。哦，降好多了，天哪、啊！先看见就像没穿、啊。真的真的真的。再啦。哦，又假装。来裸装打架，哎、欸，怎么打不透？打架啦！来打我，砍我一下。好、啊。哎、欸，你怎么没反弹？啊？再打我一下。没有反弹。因为照理说我有坚持效果啊、嗯、还是对生物才有、不知道不再打我一下再打我一下你可以加入了加入了啊没有生物才有没有没有应该不是我衣服的关系衣服没有那个没有啊不是不是搞就是房子玩家厮杀古代砖块的干啥水力发电最好哎呀可以啊所以我要我要用水力咯反正我都达到了就做一下吧哦这是啥、啊、好帅哦 RF 就是 RF 电力巨皮他有 RF 电力吗跨摩我不能是英文跨前面跨摩没有拿到一本那个什么古代法典打开东西英文看无，有装汉化吗？有装了啊！我没。